当你机器遇到咬线的时候，自我检查方法，第一个，转到直线，不管是 A、B、C， 只要是直线就可以的。然后针杆，针到针板面，距离差不多1至3个毫米，牙齿要沉下去，针板面或者是平行，就像这样子，如果你咬线之后自我检查，这个位置是正确的话，那就代表 OK。然后还要再检查一下你的月眉，刚才前面那个视频有教到月眉错位，然后处理的办法。如果月眉没错位的话，那这样子这台机器代表咬完线的时候所有的位置没有错掉，那可以继续使用。好了。